杂草火警又在烧，天空窜出浓浓白烟，更有人目击有人在公墓放火烧草。你想要没办会？没地管一个办会哦。啊，办会先得把阿庙落。逮到放火的阿贝，民众超气，只问阿贝为什么要放火，一路跟到阿贝家，警方也对阿贝劝说。阿贝平常热心帮忙打理公墓，但因为放火遭警方送办。屏东县消防局228连假四天，包括废弃物、公墓和杂草的火警通报高达112件，打火疲于奔命，更有一名消防员不幸殉职。林后40森林公园更有一对小兄弟玩火，差点酿成森林大火。户外啊，森林啊，都不要去玩，要去玩火了。火没有注意，然后就很蔓延起来啊。清明节快到了，不少民众提前整理墓园，警消加强宣导，不要放火烧草，避免悲剧再发生。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